这个节目呢是一个算是吐槽的脱口秀。 吐槽的是什么呢？在座的某一些人哈，从初舞台开始到现在，那个反差真的是有一点太大了，所以就是必须要搞一点，必须做出来，就是。那我安琪，你笑的最大声是不是？第一个就是安琪，第一个是安琪。对。曾记得我们安琪是一个特别高冷的一个女孩，在舞台上问她你有没有信心？当然，当然。 跟他一接触，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：“吃饭，炫炫，今天就是说在场的所有肉类，不会有任何一点配菜剩下来，全都给我下那个鹅糖。”我跟你讲，别汉堡，再吃点，你歇会儿再吃，不然我们要后悔。我跟你讲，真的不行呀。小小个那么大么多那一桌子菜，后来跟他熟了之后，发现其实他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呢？ 从头到尾笑得最大声，我都起不了那个 key，